今天呢，我们要来玩的游戏是原神。我一直就很想要玩原神。如果我要玩游戏的话，你们会看画风吗？很看画风哎、欸，所以这款画风呢，真的非常OK，它很精致。然后呢，听说自由度很高，也就是你可以自己去探索它。没错，所有的地图。之前一下子，然后每天都玩四个小时。那你应该玩到蛮后面的。我拖到很后面。那这次呢，我们。原神就是跟 GeForce Now 合作，我们可以直接从 GeForce Now 的平台上开启游戏哦。GeForce Now 特别的点就是游戏是从云端储存，不占空间，免安装，免等待下载游戏。哦，所以就很像我们去玩咖。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。好，我们刚介绍，可以来玩一下。哇，绝代领域！赶快进去秒钟！吃！等一下！哦，鸟！射你！为什么要射鸟？射你！一点老鼠！射你！吃鸟肉！打不到了！这很可怕，你要加油！开门嘛！哇，好漂亮哦！你要换角色，还要换然后用火去烧那个啊！然后每一个角色都有自己的功能，火，对，火系美少女，对呀、啊。然后不要先不要下去，你可以再先射，射死你！很美，找我了。我以前玩电脑游戏，找我了，我也是很喜欢用弓箭。为什么你都射大门？可以接下去了，射爆你！是炸药桶吗？一开始要射炸药桶，死！但是我觉得那种，哎呦哦，可以哦，厉害。我是这样点的意思哦，吐出口诀，在战场内按下 C 键两次，全部起飞啊！哦，飞走了，飞起来了！打帅，打碎他，打帅，帅的帅的！我现在真的认真的，这不用花到手机，直接去抄。挑战成功了，这么简单哦！而且玩久了就知道说，这个画面应该是我玩过的游戏里面最清楚，所以可以理解说为什么它需要到10G 以上。过关嘞，我们过关嘞，我们好棒！耶、yeah ，小狗去吧，那个是兔兔伯爵，小狗，那是兔兔伯爵，没看到耳朵那么长，去找凯雅。哎，我玩这游戏我会，那我想要你走，出来吧，麻瓜小鱼，小鱼出来啦。他的鱼也不打，他也不打他自己，超怪。有等喽，我们下几等？我们才8。嗯，我那时候去看攻略。杀！不！哎呦！哎，你怎么会啊？那时候去查攻略的时候，他就第一个提醒就是说，你要在深夜的时候把声音放很大声，因为他们在爬墙的时候发出。哦哦，喘息声，傻眼。各位去爬一下，我去踢一下。凯亚还在等我们，凯亚在等我们，是啊，这是什么？凯亚在等我们，弄弄。啊！哎呦，哎，打开，打开，冰大，冰是，这其实是我，这其实是我。哎呀，这厉害的怪，你看那血这么多，好恐怖，不打。哎，凯亚 ，Hello， 凯亚，怎么靠近点闻到了吗？他在干嘛？变态，没闻到，又要打斗了。这儿。就让我来展示一下骑士团的骑士团，骑士团。哦，我变态了哎！好帅哦！哦，你动起来哎！我喜欢。这个如何？前面没有路了，靠风场上去吧。帅哦！每个人都有翅膀，不松之门一开启。可以，死掉才能离开。不如让琴为你受衔，成为骑士吧。受衔，好难哦。来了，集中在一起哦。这个方便了。风魔龙就是靠它吸收力量的吗？我已经打败风。很有可能。赶紧动手吧。你得到凯亚嘞！哦，哎，一颗三，我换凯亚，就这个是萤火虫，萤火虫抓嘞，发光锤，对，萤火虫现在它是求偶的器官嘞，薄荷可以做糖，
可以装武器给他，可以做破的。啊！哎，他很厉害啊！扎死你！给你爬墙！听声音！没有喘息了。哦，那个是什么？飞了！飞起来！跑好快！游好快！接下来是松鼠。Lisa。哦。呀，小可爱。小可爱，我来看一下我。最目前是最御姐系。这段时间里有什么不满？随风而去吧。你是认真问的吗？怎么每个人都是十分的是被选择的人吗？啊，别人要不想去完了，我迷失。哎，我回到储存点了。是这种好像凝固的风一样。好的，Lisa。他刚翅膀张不开，他翅膀当机。地球人，他砸到地上。你好像很会用弓箭。再来跟大家讲一下，我是用 GeForce Now 打开的，就大家看到那个 logo 图像。对，大家开这个游戏。对，没错。大家想了解可以点那个置顶留言。刚有人说可以用 Lisa 吗？对，就是他，就是他，就是他，去拍一下那个。免等待下载游戏外，那它的跨装置畅玩游戏的功能也是很方便，它支援包含 PC 啊、Mac、Android 手机、iOS 手机、Safari 等等，它只要花小钱就可以玩大作，无需依赖高规格的支援。GeForce Now 的支援的游戏超过千款，然后包括近百款的免费游戏，并不断的更新增加游戏的作品中。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GeForce Now 的会员方案，这边总共呢有七个方案可以选择，有免费的基本方案可以免费玩一个小时，可是就是要排队才可以进入游戏。如果不想要排队又想要玩很久的话，就可以选择白金方案，因为它有分成年定跟月定的。那月定的话呢，一个月是299元，相当于一天是多少的小会计？一天不到10块。那年定的话是一年2388元，相当于一天多少的小会计？那就是
六块五，瞬间快呢。但如果想要提前体验一日的话，也可以选择这个 GeForce Now 单日白金方案，你要花一点钱即可体验一日 GeForce Now 白金方案所带来的游戏感受。嗯，那上面有看到白金会员啊，他不是有写每次游戏时间长达六小时吗？虽然他只有写每次时间是六小时，但其实每天是无游戏游玩次数的限制的，是你等于退出再加进来就可以了。对，想要玩游戏的人其实容量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因为如果你不只玩一个游戏，你玩很多个的话，这样就变成说你的电脑容量非常大，真的。所以用 GeForce Now 可以解决。那喜欢我们的话，欢迎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订阅。好，那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，大家拜拜。